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大师 OK 相关网友是生活幻想，希望这一次的收音可以收到大师的声音，不会再变成那个快转的声音了。好，旺叔在这。这个是，我是姑娘，我来助你。助我？这人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姐姐在保护那个小弟弟，小危险和诗雨都看到了。把这些想妨碍我们焰火国的全都杀了。焰火国得罪了，还有时间。这是什么啊？它是一只猩猩吗？必须阻止！猩猩，焰火国是猩猩。得罪了！快来帮忙！怎么样？等一下来看一下，就是竟然连这么孱弱的平民都打不过，把那些受伤的废物拿去喂祸导。住手！那可是你的族人，你怎能做出如此凶残之事？哼，接下来轮到你们了。那你知道我们不是平民好不好？哪有这么强的平民呢？当然是攻击力上升的符号。上座音乐是不是比较小声啊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来调一下。还有时间。请多指教。哇，真痛！得罪了，怎么样？必须阻止！我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办法叫出中博了，因为我原理每次一直消耗掉。所以蓝色的那个是耗原理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如此。那这样子有时候就不能用太蓄力的攻击啊。可以叫中博了吗？中博，哪里来的小子竟这般难缠，竟然打赢了。那中博怎么叫出来？中博，这个是一吗？还是tap？ 哦，可以用两组哦，早说嘛！失礼了。好哦，那我会了。
你的身手还可以，总算没拖累我。王叔姑娘，这人看起来是首领，我们一起将他擒住吧。你们若是将俺赤炎看成以前的乌合之众，那可就大错特错。俺今日可不是孤身而来。哼哼，既然你们想要出头，俺就让你们用性命付出代价。奇功飞车，我们无法和奇功飞车抗衡的，快跟我走。可是许妹妹跟紧点。哦，好，过程中要注意地面闪躲轰炸啊，也需有以燃烧的火焰。第一阶段在封闭区域一定时间内闪躲轰炸，一旦脱困后尽快前往客舍。当前往客舍遭遇阻挡去路，多观察周遭，可尝试跳跃跳出可前进的动线，可变更系统设定中的难度设置，变更此冒险任务的难易度。嗯，好，躲过飞车攻击。这怎么过去啊？所以这个过不去喽。哇，你的！我跳不过去。哎，火也灭了，快离开这里。哦，所以是一个区一个区域就对了，早说嘛。哎呦，早说，好浪费。想说要跳过去。在上面，你不要挡我路啊！那谁啊？都扎呢？好嘞，哦，从这里跳下去了。哦，早说嘛！有没有可以一百的？绝不能让那些贼人攻入客舍。全军戒备，绝不能让他们通过。先拿下这个客舍吧。这机器人啊！春君，我们来助你。多谢，请小心他们手上的机关。啊，我忘记那个装备。得罪了，攻击招式蛮强的。准备放火烧客舍。想放火得先过了我这关。哦，好痛。得罪了。其实血也不多啦。
被夺掉了，该死。哇，可是元年100之后要怎么叫中博啊？直接点吗？好像也不行哎。请多指教。怎么样？信人来帮忙。好了，我不会用，我到时候再研究研究。中间这个血蛮多了，得罪了，受死吧。知道我厉害了吧。没死，得罪了。叶维星，陈爵哥哥好像受伤了。想逃，就让你们品尝我族最新机关——惊天一击。哦，还有。得罪了。十回合内，哦，三只。请多指教。不会认输的。加油，加油。Nice， 这回知道。得罪了。哇，这个血比较多。他说头补血啊。还有四回合。宝箱，失礼了。春爵，你的伤无碍，多谢相助。趁现在，快送他进客舍。春爵，你先在这里歇着，我四处看看是否有需要帮忙之处。
自动储存。客舍内伤者众多，他并无大碍，若有我们协力之处，但是我卡迪真是勇猛，有你在。好，我们先搜寻一下，先存档。天哪！骑甲阵。这火球直接掉到前面呀、啊！好，我们先装备一下。然后换个角色。流萤飞雪。那个右下角那个星星是命中率吗？满满无力装刺眼好了。这个是神眷之气，装备技能地将，凤花扣，晶莹剔透，流转一世。岁岁平安。有变吗？好，有啊有哎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普通攻击。那副手。护手要怎么装啊？掩护技能，切换左副武器。哦，哦，可以这样子搞哦。我全体复活，早说嘛！所以是每个武器有每个武器的。哦。那我知道了啦。这是看你要用哪个主副武器去攻击敌人就对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这样子技能就是可以随时做替换啊。这是什么？奸商。OK， 好，我们换下一个。八方面，好，就这样。那怎么叫中博出来啊？对，五，调整攻击顺位，不用。援护技能没有。还是神世之盟。很久没有跟中博讲话。神元召唤攻击需求等级五。哦哦，神之气。哦，难怪还不能召唤。这个应该不用弄吧？哦哦哦，要先用这个让它升级的啊。So， 难怪之前拿那么多玉，要是做这些事情用的。另一山荣誉章。这些神力看起来很高，先不要急着动。好，先这样。哦，这些也可以哦。哦，灵魄也可以。哦。哦，懂了，懂了。
好，我们这点先到这边结束好了。那兄弟们，欢迎频道左下方图片按着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着赞，追踪最新消息。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记得把它按下去，铃铛也把它打开，这样我更新影片之后，你们可以马上追踪到第一手的最新影片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